手打柠檬茶赛道非常的火爆，但是啊，有很多新手朋友或者已经开手打柠檬茶店老板不知道怎么挑选茶底。今天啊，我来分享三款市面上非常火爆的茶底。第一款，如果说你想做一款高颜值、口味好、有差异化的，那你绝对要试一下这款德国黑加仑。它的整体口感是酸酸甜甜的，莓果香气非常高昂，无论搭配鲜奶茶、柠檬茶、桑葚、葡萄都是可以的，我们直接作为引流颜值款。第二款，如果说你的柠檬茶喝起来想要风味接近邱大叔还有林记林里这种，那这款鸭子香你绝对要去试一下。来自广东纯纯的凤凰单丛，有着浓郁的兰花香还有花果香，那这款无论搭配鲜奶茶、柠檬茶、水果茶都是 OK 的，我们直接作为招牌主打。第三款，如果说你想要拥有一款做水果茶、柠檬茶、鲜奶茶都非常搭配的话，那这款茉莉毛尖你一定要去试，整个茉莉香非常的饱满，而且口感比较干净，因为我们这款比市面上的普通绿茶更高级，用的是广西的茉莉花加上云南的绿茶来给它印制的，那百搭万能款，推荐茉莉毛尖。那以上这三款茶底都是非常适合奶茶店还有手打柠檬茶店老板的必备茶底，也是非常适合摆摊朋友来使用的。那购买茶叶后呢，也有详细的泡茶方法、饮品制作这些电子版配方，买了以后跟客服领取就 OK 了。如果说大家需要市面上一些更加火爆的有差异化的产品，我们茶叶工厂都可以帮您解决，需要批发价、风味定制、茶叶测试，直接联系我们就 OK 了。